声有点累格，好，大家还没起来是不是？起床啦，上班啦。今天呢，又来到每个礼拜四晚上8点到9点，我们电玩者们的直播时间。每一次节目呢，我们都会带来现在最 hit 的游戏，还有最火红的实况组，都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所以，所有喜欢电玩的朋友们，记得不要错过，也要记得追踪、分享我们的节目。那要大家帮我们分享呢，一定有准备好康的要给大家。今天真的诚意来的。今天呢，到分享到70的时候呢，我个人呢又准备了一套衣服。变装给大家看！哇哇哇！哇哇哇哇那就现在就去分享啦！受不了了，你现在就要去分享了。对，现在已经70了，立刻开始帮我分享，好不好？我会在节目中不断的发了我们的分享数。那Tim哥，我跟两位来宾讲一下，上礼拜Tim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然后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为了想看他变装，冲到400多的分享。哇哇，那今天看得到了呀！重点是他没变。你今天喂，你这样是不行，你真的要变一下了，这样不行。母汤哦，母汤，你今天是不是要真的要变一下？而且啊，你这说不过去。而且主持人，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在这个节目叫 Tim 姐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叫 Tim 姐。Tim 哥，刚刚观众还问我说谁是 Tim 哥？问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 Tim 姐 ，Tim 姐。对，那今天呢，分享到100呢，我就自动加码 Tim 姐变装啦，好不好？这次是真的会变，这次真的会变。那为什么是加码到100 ？Tim 姐要变装，你在骗大家，我就报警。不是应该淡卷吗？你看他们两个，我们这样就长这样，我也觉得我们观众超奇怪，大家就是想看 Tim 姐。你已经没有办法推辞。那除此之外呢？不想看 Tim 姐变装的朋友，我还是要给你帮我们分享热情。这一组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礼物，这个东西我觉得给 Tim 哥拿着好了，感觉对，这感觉很属于你的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没有错，他分享多少？给镜头拍，分享到100，我就抽送给大家。对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要干嘛？不要我们交钱好不好？我劝你拿起来，你干什么？好，分享一把。很喜欢，对，它是一组家居 KTV， 哎呀，很适合我哎。不好意思，你的师傅需要。蛋卷已经存了，哎，你们刚刚也都有分享节目，对，我刚刚也很认真的分享一下，因为我也想抽今天这，太可爱了。很适合你耶。对呀，有喜欢吗？给我，有喜欢吗？如果是卷粉抽到，你可以拿去献给蛋卷，我现场唱给你，对，他就会在他的实况中唱给你听，好厉害，没有错。那今天呢，分享数到了，我们就会送出去，所以大家记得。现在分享数多少？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哎，我们节目才开始，很紧张吗？两分钟，你是不想变装是不是？我们一定要让他变，好不好？大家冲一下了 ，OK？ 那今天呢？在介绍来宾之前呢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所有卷粉们，我知道你们今天超早就报到了，卷粉很可爱耶，一大早我们节目还没开始就一直卷起来，卷起来。我知道你在期待我们今天的来宾，但在介绍之前呢，不好意思，还是先让我工商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竞技策略的卡牌游戏，名称叫做《传说大陆》。喜欢卡牌游戏的朋友不要错过喽。那如果你已经是这款游戏的玩家的话呢，我这边提醒大家，本周六12月9号下午2点呢，在101商圈，也就是101捷运站的4号出口，在那边会有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玩家庆祝见面会，因为庆祝他们下载已经来到了20万了，现场会有鼎泰丰啊，然后还有各式的饮料要来招待所有玩家朋友。我怎么吃那么好？不是。招待的非常好，是免招待啊，对，招待的，所以玩家朋友，妈，哇，那天我要去吃，可是你也要就是，你是玩家，你是玩家，你要有玩，你要马上下载，那有 iOS 版吗？有啊有啊，你可以马上下载，马上下载，而且预告一下，我们下礼拜节目呢就会来介绍玩这款游戏，然后也会送出很多虚宝，所以大家记得追踪我们的游戏啦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。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，一起欢迎蛋卷。嗨， <Yeah. S 1> 大家好，我是蛋卷。耶， yeah, 你们的蛋卷来啦！还有阿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乐。对。对，因为阿乐的 FB 太可爱了，叫做我是阿乐，我是阿乐。我们刚刚对他说，他介绍不能说我是阿乐，他一定要讲两次，一定要讲两次，因为我第一次听到阿乐介绍说，他第一次来节目的时候是。
几个礼拜前嘛，然后他就介绍阿乐，我就上网打阿乐，一直找不到你，到真的，你造成所有乐粉的困扰。以后讲两次。我是阿乐 ，OK， 可以可以。那最后欢迎我们的 Tim 姐。哎、欸，我是 Tim 姐。干嘛学人家你的哪是啊？这样会收不到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没有分享，我们现在的分享直播上面就有我的粉丝页、哦，有大家的粉丝页。对，那今天看到 Tim 姐，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中又会有开箱啦。今天到底要开箱什么呢？继、续追踪一下我们的节目喽、啊。那今天呢，两位来宾来到现场，尤其蛋卷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、对不对？哦、对啊，哎，你们都来过了吗？阿乐来过 ，Tim 姐也来过了。是啊、哦，对对对对。但你们知道，所以你上变成我师兄跟师姐了。对对对，你好容易有师妹。但是主持人他是。我师傅什么师傅？他是我师傅、啊。你怎么会有一个赞叹师傅？哎、欸，师傅，你怎么会有一个中年的中年的师徒呢？学习是不分年纪的，对，没错。无国界、欸、无性别。跟你上次讲的不一样？哎、欸，上次讲什么？我上次讲什么？他上次说我只收四十岁以上的。学徒啊，我就四十岁以上。哎、欸，你有什么偏好吗？蛋卷喜欢大叔。我已经失忆了，我已经失忆了，我已经不想认你。等一下，好认真啦，你是拜什么师？你为了什么拜？因为呢，学唱歌。学唱歌。其实我歌唱也是挺一流的。真的是这一流是？真的一流吗？我跟你讲哈，今天分享超过150则蛋卷唱三句给大家看。为什么啦？大家好不好？哇！主持人可以吗？你要问蛋卷啊。蛋卷可以吗？我们可以来一小段，哎、欸，好，真的哈，真的是不是？真的，没有他唱歌的那个实力是绝对可以唱现场的。我跟你讲，大家一定余音绕梁，真的不绝。下个礼拜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还想着蛋卷的歌声，耳边就会有来回三天的你。哎呦，没有，没有，然后他这个表情，没有，其实好，大家很想听是不是？对，其实是因为我不懂电竞，哎，然后我对游戏也不大熟，所以为什么我今天？会来这个节目，就是我也可以学习玩游戏。那然后呢，蛋卷呢，就是我的电竞的老师，所以我任何电竞相关我不懂的呢，我都会问蛋卷。对，只是蛋卷太忙了。三 C 不懂了就问他。没有没有，刚好看来你们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粉丝十几万人，私讯一堆，他都没有理过我。哇，你好夸张！你有试过我这样？没有。OK， 那蛋卷为什么你的名字会是蛋卷？因为我们刚刚开录前在讨论，为什么你不叫蛋草莓蛋糕什么之类的，少女一点的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很多人问过，但他就真的还蛮无聊的。就取 ID 的时候，所有名字都被用过了，可爱的什么蛋挞、泡芙都被用光了，泡芙很可爱、就剩下没有人要的蛋卷，就剩下蛋卷。对的，我们刚刚就说这根，一点都不可爱，他的名字。就剩这个没人要用的蛋卷，就叫蛋卷。蛋卷，蛋卷是什么时候开始开实况的？实况很久嘞，两三年前吧，三年前的时候。那你怎么会想要开实况呢？怎么会步入这个行业？因为我超级无敌爱玩游戏，我是没有游戏就会疯掉的那一种。对，然后我就很爱玩，但是有时候玩到半夜的时候，朋友都睡了，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，所以然后就有点，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后来。开始那时候直播刚好刚出来，开始研究看看怎么弄，然后一边玩的时候还可以跟朋友讨论说，我这边哪里玩不好，帮我看一下。结果有观众过来跟我聊天，之后就爱上这个实况了。是，那你最一开始看你是玩哪个游戏？英雄联盟。可是听说你最近有新欢了，是不是？他已经过两轮新欢了，两轮新欢了。第一轮是那个吃鸡，对，有啦。其实我现在比较爱的还是绝地求生，它超好玩，没办法，就很像当初遇到英雄联盟的这种热烈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有，我们都感受到你的那种热烈的吃鸡很疯狂的这个情感。那除了吃鸡之外呢，最近还有玩哪一款游戏在实况里面？线上游戏的话有玩那个上古世纪，可是那个就比较适合自己玩，比较没有那么适合实况。对啊，刚刚有谁观众说可以叫蛋饼或蛋饺吗？如果蛋卷也被用了，我就会开始考虑蛋饼跟蛋饺了。我觉得叫蛋饺应该蛮好笑，蛋饺很可爱哦、蛋饺，我是虾饺，蛋头嘞，蛋头嘞，那个我弟又会叫蛋头。蛋饺很可爱，蛋饺我觉得可以，有创意，就很不像女生了，有创意，有创意。那蛋卷当初怎么会想说在实况里面唱歌？你笑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笑？来，
失礼阿乐。为什么笑？因为很好听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开心可以听到原因了。真的，好，他也要讲话，你要给他。那我想听，你想听。他坐很近，然后他一直说，然后他要等麦克风，魔音，我想听。等麦克风。好，来，想听是吧？我来一首，我想一下，最近我刚在那个。车计程车上听到司机放的，英文的，我很少唱英文的。哇哦，蛋，我差点讲蛋饺，蛋卷，又在我们节目中挑战英文歌啦。好，可能会忘词，但没关系，我自己唱。等一下，我想要先帮你刁一个人，那个李娜、栗子、麦片轩说耳塞拿一下。我正在。不要这样子啊！下一集再送耳塞。对。下一集我们又找那个蛋卷来。对。好啦，为什么这样？耳塞。好了，这样我这样唱好了。来，这样唱，来。好，英文的哦，英文的很有名，大家一定听过。好。Name my iPhone.Someone like you， 你听听看，很不得了。来，很真的很不得了。外面都不要吵。这是哪一首歌啊？我还没听出。I remember you say some。这该不会是我想的那首？不是吧？头好痛。从这边听真的好听。真的，我真的耳朵。我没有骗你。Sometimes you lose love, but sometimes you hold in say。我疑似隐约的从英文单字中听出是哪首歌，但是没有一个，怎么没听过？你一定听过啦，没有一个调是对的。你这个很好听哎，你确定在计程车上听到的？对啊，是哪一首？是那个歌名叫什么 ？Someone like you。那你唱一下。Never mind, I'll find。啊，一模一样，我知道，就一模一样哦。你刚刚的旋律。都不是这首歌的旋律，差不多。我必须说，主持人也唱得不错，真的。那你唱唱看。我不会唱，没有记错。我平时是不敢在节目中唱歌，但是有蛋卷唱完之后，我就很有一种勇气以及信心啊，很鼓舞人心。蛋卷的歌声，歌声很好，我们掌声给蛋卷，谢谢。聊天室掌声拍起来，拍起来。太棒了，太鼓舞人心了。OK， 谢谢蛋卷为我们带来这个非常优美的表演。哎，没事，以后还有机会。好，我平凡一下，平复一下情绪。我们继续访问。那蛋卷，你平常去 KTV 唱什么歌？我很少去 KTV 耶。你很少，你都在家唱。对，因为我弟唱歌不是太好听，我就会怕我自己跟他一样，所以我平常在外面不唱歌。我一直到长大才知道我歌声比较不一样。哦，有独特的嗓音这样子。OK， 了解。不错。问一下阿乐，那相较同样是音乐的这个领域，阿乐的音乐素养也是很不错的。还行，尚可。阿乐比较喜欢小提琴还是钢琴？我比较喜欢小提琴，因为钢琴它有两只手，你要想左手伴奏就很麻烦。可是你小提琴只要想主旋律就好了。哦，了解。你就是不能分心的那个。对，因为你还要再去配自己搭配就很麻烦。而且阿乐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实况陈妍希的封号？哈，真的假的？你好失礼哦，尊重一点。不是，我是没听过这个消息，我觉得很惊讶啊！什么新消息？有这种事啊？是，那是之前，因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好像出了一篇这样的报道，然后那时候就比较脸颊比较肉，他们就说像陈妍希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按你的粉丝页赞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最近被说像那个凯乐。凯乐，这个有，讲话也很像。黏泥巴，你会被凯乐挤，你一定会被凯乐挤，你小心点。对，完了会被挤。最近被说像凯乐，没有客气，神韵好像有像，有这个有像，讲话有像。对，像他们说笑起来比较像。对对，陈妍希这个就比较之前比较 A 了一下，因为 A 了好大一下，很大一下，啊不好意思啊。所以你是实况组吗？对，我也是，两位都是，我们都是。我们都是音乐才艺型，你只懂你师傅，你都不懂阿乐。没有，所以我现在赶快了解，因为我真的对电竞这一块领域很不懂，所以真的是要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那你会玩什么？我很想问你。也是英雄联盟，然后绝地求生，然后最近在盖房子。盖房子是什么？一个盖房子的游戏。是我想到的那个吗？吊一个东西，然后上面放上。它有点像 Minecraft。
哦，对，它有点像麦块，然后是它怎么会玩这种类型的游戏呢？因为我以前从小的志愿就是我要当室内设计师。你现在是认真的吗？我很认真。你可以跟我一起 A 一下啊！哎，干嘛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霸凌！这个梦想也太神奇了吧？为什么？我就很喜欢，就是规划我的房子要长怎样。那你房间很整齐吗？很乱。这一段访问到底是出了什么事？那有人说阿乐在实况中很呛，你怎么看？他现在也很呛、啊。对，我其实感受到了。我觉得应该都是。我觉得应该大家有误解。阿乐，有人说你声音很小声。我觉得大家有点误解。哦。对，你像你是 Team 姐嘛，大家就是误解嘛。误。对不起。这是笑话，大家这是笑话吗？哎、欸，主持人，我今天我有一个意见，想换位置是不是？我想换位置。其实我也想下班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太难笑了。可是因为阿乐实况真的很独特，他会播一播，突然脚快举到头上之类的，类似这样。那怎么收你啊？你的实况要怎么收？哦，就去。我是阿乐吗？嗯，好像也行吧，也行。可是我的实况是我是阿乐哦。你有一个哦，因为我是阿乐被用过了，很神奇，所以我就加变成真的很奇怪，所以我就变成我是阿乐。天哪，有可能是你的黑粉。我是阿乐哦，了解。莫名其妙。而且阿乐是我看过女实况组在实况中吃面最大口的。真的假的？怎么那么大啊？哦，还蛮大的。你应该也不小吧？你们在实况为什么还可以吃面？不是已经在打 game 了吗？那有时候打啦。一天打八个小时会饿啊，而且饿的时候死掉啦，对啊，死掉也可以吃、啊。对，然后不然就是别人开车载我们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都不开车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是女生，是因为我们要吃东西。也不是因为队友不想上车，我每次一坐到驾驶座的时候，他们就说用跑的好了，用跑的好了，哎，对，这个论点我喜欢。我们目前呢？FB 上面的分享数是27则，大家要加把劲啦！我想看晶晶变，加把劲，加把劲！我们服装，然后礼物通通备好了，就等大家帮我们把节目的那个影片分享出去，就会送给大家啦，好不好？OK， 那阿乐经常在实况中弹钢琴，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其实你想在实况里面做，但目前都还没有做过的？帮我伴奏，帮蛋卷伴奏，耶！我觉得不可能，你在那边玩实况，他怎么过去帮你伴奏？没有啊，唱歌啊，我们有在超生活型实况、啊、唱歌，真的、哦，对啊，真的，他唱歌我伴奏， okay, 大家想不想看？我用二胡，哎、欸，没有想到大家居然超想看的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, ，真的，我用二胡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哦，好，我用二胡，我的二胡不得了，真的假的？好听，四根弦都可以操控自如的小提琴，两根弦还得了。哇塞，那不就跟我一样吗？好像有点道理。他说的话就觉得，又怀疑了一下，从他嘴巴说出来就好像有点真实性。对，你又怀疑了一下，到底真假的？四根弦都可以弹得这么好了，对不对？哦、好，下次我们合汉看，好像可以，大家期待一下来，在两位 Twitch 台要跨界大合作。好好好。蛋卷的歌声搭配上阿乐的二胡，对，听起来很厉害，倍儿棒。放出什么新滋味呢？OK， 大家保持期待。我想问一下，蛋卷有玩 cosplay 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算是兴趣而已，不是认真的那一种。嗯、那你还会有想说要出什么样的角色吗？其实我还想出那个吉英克斯的星光少女，我衣服已经买好了。哦，你吉英克斯很厉害啊！啊，因为相似度很像。相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相似度很像。手把手。这是。而且因为不要问，但人超级可爱。因为其实应该是，如果是我是女 coser， 我一定不会想 cos 吉英克斯，因为吉英克斯号称是那个平胸的女英雄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但人超可爱，他直接神还原了一次吉英克斯。真的，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，太柔和。对，因为你没有那种很调皮的那种。因为我那时候不会化妆，对，妆化没有化。眼妆没有化就少了一半、啊，对，吉英克斯感觉要凶点，他拿那种重枪的那种，啊、什麼的对对对，但是整个妆容我觉得很不错的、啊，哎、嗯欸，但是我必须帮那个蛋卷平反一下，因为我做现场，我这个角度刚好45度角切过去，刚刚看到他的身材，其实他是90度有身材的，我刚刚穿了两件内衣才出门。里面还有没有那么夸张？没有，你会不会等一下节目录一录自习呀？太紧了，太热了，穿两件。
好吧，那我也秀一下。你也有吗？婷姐，你也有吗？我秀我的肚子。啊，真的还蛮不得了。哎，下一个。他有行动的，那还不错。哎。OK， 好，那大家记得呢，持续的来帮我们分享。今天呢，同样会送给帮我们分享的朋友两位女神的派利德加签名啦，我们就直接在，是，我们直接就在节目后呢，我一直下猛药给大家，大家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带给大家一个讨论的，其实现在网络上超夯的那个游戏就是吃鸡嘛，也就是两位实况组很爱玩的游戏，没错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吃鸡是有秘技的，我们今天来大公开，竟然你都没有传授给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传授给我，我不知道。最近吃鸡真的好夯哦，对。但你觉得最吸引你的，就这个游戏最吸引你的是什么部分，让你这么疯狂？我跟你说，我像我那种爱玩游戏，一玩就十几个小时的人，对，常常玩到肚子很饿，然后就很痛苦。可是这款游戏不一样，你看哦，我们四个人一起玩，有时候我一下去跟人家对打。我就打输了，就死掉了嘛。啊，都有可能再玩三十分钟，这段时间我就可以好好吃饭。啊，原来这是吸引你的地方。对，我都不用收拾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听得超认真。因为蛋卷的吃鸡玩得很不错哎，OK， 就原来是因为可以吃饭这件事情。因为再怎么不错，还是会有死掉的时候啊。那阿乐玩这个游戏有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？哦，我之前第一个账号被锁住。哈？有用外挂？我没有用外挂。然后就是我那一天实况啊，我是前一天实况，然后跟朋友玩，然后因为他们在毒圈里面要死了，我就顺手的给他们来两发，啊，他们就被我杀了以后，我隔天要。玩，结果就开不起来。他们检举你耶，我就想说是不是被检举？一定是，不是？他们有，你做了什么？因为你呢不尊重他们，因为你是顺手就给他两。可是你要很认真瞄准，你要认真瞄他。我就是啦，对，欠菜啊，判配啊，就这样子嘛。我以后就要先说，哎，我要射你了，我要帮你念一下那个什么安魂的。没有，你要凶一点，那个戏啦，那个戏哈。对，然后这样才不会被检举。对对对，其实他是要尊重，他是系统判定我被，就是他是系统判定我作弊。可是你看我的操作就知道我不可能作弊，我可能就是装那个自动吃招外挂，自动吃子弹，有没有？对对对对。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莫名其妙，然后后来我真的就重买了，我本来已经打算要杜绝这个游戏，那你为什么又买了？收养，收养，因为那游戏其实好像也要799吧？对啊，对，它也要799。哇，又再买一次，很想跟大家一起。那表示你真的很喜欢玩这游戏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这游戏真的还蛮好。而且你是不是在游戏中那个人家不相信你是女生？哦，对对对，因为之前就是你知道他最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是可以跟就是不只是自己的队友聊天，所以我会说，嘿，大哥哥们，来，我们左右左 ，Q E Q， 你知道吗？你听得懂吧？蛋卷听得懂。对，然后 Q E Q 头会动，然后那。右左，就一群傻逼在那边，没有 Q A Q 的，就是废物，就是傻逼。我学得很像，对不对？好，抱歉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用那个我的声音跟他们聊天，然后他们就说你这是用变声器吧？然后他们觉得你是男的来闹的。我只要每一次只要出我的声音，他们都觉得是变声器。哎，但我相信你的直播应该真的，你的那个实况应该很有趣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你已经一直在演了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站着的都是傻逼，站着的傻逼他们，你要蹲下跳舞有没有？对，真的超好笑。天哪，太可爱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荧幕上呢已经有吃鸡秘技 Top 5。这个呢，我先来问问看蛋卷好了。蛋卷，你这里面有你看你知道他在讲什么的吗？快吧，都不知道。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个是冷知识吧。赤色风暴是什么？赤色风暴呢，其实就是这款游戏的血是。绿血哦，对，但其实中文伺服器才是绿血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呢，在中国大陆那边呢，血是红色的游戏是不被允许，所以就变得换成哦，我不知道绿血，知道哎。对，那其实这对我们那个台湾的玩家朋友应该会很不习惯，就是怎么喷绿色的血出来？所以这赤色风暴的意思就是。你在准备之前呢，你只要调成英语模式进入游戏，你的血就会变成红色。所以你知道这个，可是那个字多变英文会看不懂哎。对，那你最后呢，在上飞机前再按
把它调回中文。我觉得哦，我觉得很懒的，我还是看绿学，我愿意当外星人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已经看习惯了，对不对 ？OK 啊，这个看大家看大家，再来这个移形换位，但你知道在车上怎么换位置吗？哦 ，Ctrl 加一二三四这样子。哎呦，没有错，我还很重要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换位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你想在开车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们经过会有敌人，对，他会会晚的，他会直接把你驾驶射掉。但是驾驶上就失控了，你可能就会死，你要马上去接驾驶的位置开走之类的。哦，对，那这个很重要的。这有意思，这有意思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款游戏吸引这么多玩家朋友，就是迅速的进入去玩这游戏，就是因为它很逼真哎，就是真的是我们真的在打仗的时候，人的策略会是怎么样？老师的一副你真的打仗过。我上次刚结束甲午战争的时候，那个我之前也去打过那个什么八国联军啊，对对，我差不多年代啊，差不多，对对，你应该也有吧？有有有，我参加过，我参加过赤壁之战哎，哦，那么猛哦，对啊，没啥，哎呀，真的。好，那再来跳吼离送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我刚想说，你知道怎么在移动中一直大跳吗？好像是跳跟蹲下要同时按，可是那个成功率，我都按不太成功哎。它有一个按法，你要把 shift 不放，然后放空白。shift 不放。shift 不放，放空白。对。我就啥 ？shift 不放，就是跑的时候要 shift， 然后放空白。在跳要设定按住 shift 跟 space，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线上的朋友，你有尝试，你有试过吗？连续的大跳，我念给你们听听看，那你们看看行不行？在跳跃设定中按住 shift space， 然后在蹲设定，按住 shift space， 然后 shift 不放，放 space， 这样你就可以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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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有说 A 跳 A 蹲，应该是那个，应该是。那個可以啊，我们没试过，我不知道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因为这样感觉被打中的几率又更低了吧？如果你可以连续的边走的时候大跳，连续的大跳的话，好，也都有人，也都有人试过吗？你们研究看看，尝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？因为这个我也没有看过。OK， 第四个隔墙有耳，这个的意思呢，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Q 一 Q 二 Q。还是怎样？就是说，你如果按住滑鼠右键加 Q 一键的话 ，Q 一键就是可以去卡那个墙。不要让身体露出来太多的意思吗？掩护。卡墙是这样子。可是这个不是大家都会吗？对，这是一个小技巧啦，小技巧。虽然就是歪头，有些人是不会的，对，有些人不会想这么多，他想说我直接探出去看就好了。对啊，是这样。哦。出去就可以了。你这是胃不是？大概走这样而已啦，你知道吗？大概走这样而已啦。刚刚超夸张，他刚大扭，他刚全身，他整个这样，对啊，大位。没有，我想说那个外挂的时候，不是头一颗直接伸出去？对，他的外挂直接看，手可以就直接变鲁夫。我们看到影片，外挂直接就手就直接出去，然后这样子。外挂也做得太不讲究了吧？可以超长哦。我有问题，这个外挂很多吗？但他有在锁，他有在锁，所以还行。难怪你被锁了。我真的很可怜，我真的很可怜。咖啡真的 OK，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好，最后是移，不是反了，急速降落，对，急速降落，急速降落，这个大家知道吗？下飞机的时候要怎么样？对，要怎么让它比较快 ？W， 按着，按着 Shift， 哎呦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知道哎。阿乐赶时间哦，每次都是很赶一点，我超赶的。你是想在那边吃东西是不是？我因为我每次都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跳伞达人。对，我跳伞达人，就是常死掉，要一直跳。我爷爷他就是有跟我说，你跳伞的时候就是要好好的。啊好，他又在唬了，怎样啊？对，我原本都很认真听，被骗。因为呢，有鉴于这款吃鸡游戏太多人玩，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中整理了这五个。也算是吃鸡的这个小知识啦，大家可以赶紧，我们节目结束了呢，要去吃鸡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，看有没有用了，好不好？OK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刚刚有说要开箱，到底要开箱什么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开箱一台迷你的红白机。哦，其实你们两个年龄对红白机都很陌生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不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没有拿过它。对，连听都没听过。有听过啦，阿乐看起来不太诚恳的，阿乐应该知道。
应该是我上一个年代的吧，是吧？有吗？你在在你的左手边，熟悉是吧？制作人要找这样子年纪差那么大的吗？你很熟悉吧？很熟悉的吧？对，你知道我以前为了不是迷你的任天堂，就当时那个任天堂出来的时候，然后。我妈那时候每天给我100块的零用钱，然后我会省50块钱，然后就是为了买那机器。可是那时候100块算蛮多的哎。就做充吃中餐。你想花好多钱啊？想说听姐讲姐话咪，加20块呢？安尼哦。系啊，你一天一百，你一天一百加5万嘞。没有，然后呢？你知道吗？后来呢？我好不容易买到机器以后，可我不敢放在我家，为什么？我妈会把它丢掉啊。肯定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倡导只能读书，然后只能画画，然后她还帮我去报钢琴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长这样很适合弹钢琴啊。那你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没有，你这手真的，对，我看看，哇，真的哈，千金小姐，没有没有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放在我同学家，然后呢。我就跟我妈说，我每天那个下课后我说，妈，我要去我同学家做功课，就被同学妈妈丢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同学妈妈呢就很好心说，原本我想买，然后后来因为呢我已经放在他家了，所以呢他们就不用再花钱买，所以我每次去我都有下午茶，然后还可以打电动。哇！结果那个同学妈妈花的钱都超过那台机的钱，这就是妈妈的逻辑，真的很奇怪，真的真的，妈妈真的很奇怪，就不买一台，一定要请你吃东西一直吃。是哈，是，对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看到 Tim 哥的左手边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呢是迷你的超刃，迷你超刃。其实啊，你们刚说上一台我也有一起带来哦。对，迷你红白机，我们上次有玩过。没有，这是因为是一个很怀旧的感觉，所以呢，迷你超刃那时候呢，在日本开卖的时候，我运气很好，就我朋友有帮我买到。你知道，那时候呢 ，iPhone 在排队，对，迷你超刃在排队，在排队。结果迷你超刃排队的长度比 iPhone 还多，哇，因为这是。对啊，真的，而且我只花了一碗伊兰拉面的代台费就买到机器了。就是他用一碗拉面就收买了他朋友去帮他排队。对啊，你那么有钱，你还这样？你几缸起八扣嘞？我不是实况组哎，你还说实况组一年都赚1000万？我觉得那个就是大家的迷思，大家就是。为什么我的1000万呢？对，我的1000万呢？我的1000万要吃东西，对，要记得吃东西，千万要记得早点睡觉，不然开台开外面很冷，千万要多穿一点，吃东西，千万要睡觉，然后千万要省钱。好，那千万要来看我开箱了。好，千万要看你开箱。这个迷你它迷你超刃呢，好，我们来开一下，可以玩吧？当然可以。没有，我说我们现在可以玩吧？其实假的啦，这个是样品，是这样品啊，这真的 sample 真的吗？骗人！你很认真，全被骗了。来，那迷你超刃，我请师傅帮我当修哥，帮我拿一下。它就是迷你超刃，对，它就是。它延续了当时的迷你任天堂以后缩小版，然后因为在去年出了迷你任天堂，所以今年出了迷你的超刃。那它缩小以后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，它连麻烦你，这连遥控器呢，其实也做得非常的。遥控器可爱，你看看是不是？遥控器很可爱，虽然我觉得主机有点像计算机。就是等一下按下去会打开，可以放录影带。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觉得我人很好。他们一个人拿主机，两个人拿摇杆，我只拿空盒子。对，然后呢，它这一次呢，里面呢其实有内建了非常多的经典游戏。对，那一样，它就是可以接 HDMI 的线。然后呢，它有附另外一条线呢，你只要准备行动电源，或者是家里的那个你有那个手机的充电插头，就可以当一个转介，然后就可以使用。很方便哎、是非常方便，对，很方便，对。然后呢？我这次呢，它其实有分两个版，一个是日版，一个是美版的。那我这个呢，请了一篮拉面，日版的，对，我买到的是日版的。对，那日版里面呢，它的游戏听说有一款游戏，我们等一下打开给大家看呢，它要过了一代以后，你才可以玩第二代。所以它是
是你不能直接玩二代，因为二代呢，嗯，从他从来没有出现在迷你超人过，没有出现在超人过，所以他这次呢，特别把它做在迷你超人里面，对啊，当然我们当然想玩大金刚啊，玛丽兄弟啊，其实这里面都有，哇，好怀旧，好怀旧，那你不是没听过？因为我以前还是有玩什么 Game Boy 之类的，哎，你知道 Game Boy 有？我也是 Game Boy， 你也 Game Boy？ 对啊，是我们同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我怎么只会看卡通人？所以我们同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对，你要决定划割关系，还是你们要建立友谊？划分关系，建立。来，我们可以来猜了。我们来猜一个哈，猜之前呢，那我就把它这个盒子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写一个未发售？有没有看到？有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，未发售。有。对，这个未发售呢，就是。等一下，你要过了那个第一代以后，才能玩第二代的。哦，没错。那我来装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来装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目前的分享数呢是43折。哇，要赶快加把劲啊！是的，再次提醒大家，我们今天的32岁哦，有人讲你32岁，23啦，23。谁？分享数要70折。才会有变装啊！我很想看分享数来到100折，才会把这个送给大家。这个真的超级可爱的，真的，而且它是那种它有麦克风哦，真的，它是很适合男生女生都，它是一套的，你可以在家唱 KTV。OK， 没有朋友就是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戴着耳机这样唱的话，外面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没有，外面的人会觉得我超好笑，就是可我可以很投入在自己的情绪上。哎，可以，对啊，很适合你，对啊，那种超适合我这种。自己带着听的，还不赶快分享？没有错，我现在已经把它组装完成。组装完成，我们今天就来 PK 一下吧。我们开机了 ，PK 看到了。那今天的分队呢，就是我跟蛋卷一队，阿乐跟 Tim 姐一队，觉得大事不妙。那你们先派一个代表出来，各自飞。阿乐，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说我们绝对会输。那输了你要怎么补偿我？输了，这台我就一碗一人拉面，一碗拉面，那简单啊，其实是还好办，是不是？那很简单，那很简单。OK， 那你们先派谁？我们就阿乐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吗？我那我们就先派蛋卷了。哎，感觉不是，应该他们师徒一起吧？他们师徒要对战。哎呀，交给 PK 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决定挑战。好，那要玩什么游戏？应该是 Tim 姐那一只选，对，马里奥赛车。好，这边有什么魂斗罗？魂斗罗是就是两人可以一起玩的。你根本不知道魂斗罗吧？那什么？魂斗罗就是横向的那个射击游戏。它是像小什么什么小蜜蜂那个吗？小蜜蜂是直视的，它是横向射，对对对，它是双人可以一起的玩意。这样就没有 PK 了呀。原来第一次加油门
去变装了。啊？那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你要变？你不是今天怎么那么爱瑞女士？你今天怎么会突然？因为今天我知道不是女仆装。啊！哎，说明他们骗你。你以为是？对啊，然后你一进来，然后就是你那个，对，你还是女仆。你以为只有我们会骗你吗？所以制作人有骗我。我们是不知道啦。他为了哄你变装，那还是你。所以我们要让观众赶快分享到100折。对啊，各位快点。女仆装还是不是女仆？对，好，100折，没问题，没有100折，没错没错。所以70折就可以先看到晶晶变了。对， okay, 好。而且已经53，53折嘞。对，而且呢，因为我们加码，因为我们今天麦克风就是已经准备好要送给大家了，所以决定50折就送给大家了，好吗？所以已经会抽出一位有帮我们分享，你现在呢继续帮我们分享，都可以参加这个抽奖。1/3，很大，很大，这几率很大，很大的。数学好的都知道。快点，大家赶快分享一下，真的。对，大家赶快分享一下。那换我跟那个阿乐，哦，靠你了。好，那你要帮我。啥呢？那个用回去，用回去，因为回到主选的不太会，而且还是日文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哎，你试试看，他要到，他按到了，你按到了，我按哪个？你交给我。哎，好像会，会玩，会玩的，会玩。所以我们是同一只角色，一样，都同一个角色。然后我也是按，按 B 就是加速 ，B 好，对，哎，没有啦，主持人 A 是加速。少骗我了，你的是对的，你的是对的，没有问题。我还跳一下，哎，为什么可以跳？为什么可以跳？跳一下，为什么可以跳？你为什么刚抖了一下？跳一下，比较为什么可以跳？比较可爱啊！哎呦，遥遥领先，也没有遥遥，我看到你看到你车尾灯，我刚刚是看不到车尾灯，我就看到你屁股真的领先。哇！哇！哇！哎，那个还会转，还会转呢！驰骋的快感，我刚刚没有按到那个，我好歹也是那个赛车国手，国小的选手，真的完了。他我不知道哎，其实他离他还蛮近的，真的。他刚刚被转了一下而已，他刚刚是一直撞墙。师傅，你觉得我要帮你们对吗？当然要啊！想干什么？那我就来扰乱阿乐。好好好好，当然要啊！唱《爱的魔力转圈圈》。真的？那还好我不会。主持人，我可以闹一下我的队友吗？你要闹？当然可以，你赶快闹！你要我干嘛？输的要喝苦茶。把你的那个摇杆拿掉就好了。太到了啦！输的要惩罚。哎，你最后一圈呢？真的？我怎么？你太厉害啦！拜托，我人称飞跃小羚羊啊！哎，你的实况我很想去看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，你觉得你实况的时候应该很好。哇！你后来也看不到车尾灯。其实我超顺的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时候也不用3战2胜了。对。因为我们已经2胜了，已经GG2-0了。真的。对。我们输了。哎，你们也太强了吧！真的。赛车王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么厉害哦！天哪！哎，我们是要被惩罚了吗？要被惩罚！来，花姐。做得好 ，Team 姐，我是不是做得好？非常棒！而且我们等一下害制作人。哎、欸，怎么害一下制作人？怎么样害？我们先抽啊，我们等一下害。好，看你有什么馊主意。制作人呢，都坐在那边翘腿，真的很夸张，真的很夸张，真的。来，这是什么？对，满口惊喜，满口惊喜，讲出来满口什么？这是还会爆浆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啊，那啥，猜猜看啊，先猜猜看。他说：“猜猜看，感觉是苦茶。我还不能喝酒哎，我还没。不是酒，是苦茶吗？有种可乐感，感觉像可乐哎。对，它有气泡。他们说超好喝哎，他说满口惊喜是好喝的。好喝的真的假的？有酒吗？哎，都认识那么久了，不会坑我吧？他只要一口酒，他就会发疯。好了，好，师傅我来。哎，很好喝哎，哎，结果是什么？那咕噜一声，那什么？”还蛮好喝的，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甜的啊！形容一下，你觉得里面有加什么东西？有点可乐加，好像什么果汁类似的。哎，你需要可乐？好喝的，跳跳糖哦。哦，他加跳跳糖，难怪那么甜。哦，所以他不知不知不知吗？主持人是不是觉得我都有救你们？对啊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想害制作人吗？怎么说？怎么害？叫制作人来跟我们两个随便挑战一场，输都他惩罚。
你觉得怎么样？没错，没错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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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他要戴面具，因为输了他也要，输了他也要，输了他抽一张，输了不能直接给他一个最难喝的。各位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各位粉丝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吗？我们叫制作人，你来挑战好了。我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一定会赢。你们两个谁比较强？哎，刚刚你们其实你还蛮上手的。对啊，行啊，因为我很强。哎，你实况组哎，他也实况组啊。可是我不会开车，没有，我不能害师傅啊。我是真不行，那就我来。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制作真的超棒的，直接不啰嗦，来，不啰嗦，不啰嗦，那就派出阿乐，阿乐来电制作人，来，加油，这次我可以帮你加油了，来，哎，这次我们是一国的，对啊，我们要加油，你们都要帮我，哎，你去他旁边用这个唱歌，对耶，哎，我给你大管的，给你大唱歌给他听，唱给他听，唱歌给他听，那我们坐过来，对，唱给他，OK，卷卷我唱，还没开始，你就唱刚刚那首，哎，卷卷我唱，刚才那首，刚才那首超棒，对，刚才那首超棒，那首完美，你加油，你加油，好，加油了，来，开始，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，好，哎，我跟你，我们是下面那一台，对，我们绿色的，绿色的。你上面那台，阿乐是小恐龙 ，Go， 哇，对，你按了他一下，来，我跟你讲哈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唱歌就要唱一些跟唱歌有关的，来哦，好，他现在是下面还是上面？上面，他现在上面的，他好像有点领先，还是输了？他输，他现在输，阿乐感觉好像不太需要干扰你，就不行，算了，给你点惩罚好了，对，给他一点惩罚，那给他惩罚。啊！你过去，你过去，你过去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你刚刚不喜欢英文歌，那我来个中文的。好，中文。那我自己会爱上你。这什么歌？哎，制作人怎么可以说很难听？对呀，怎么可以这样子欺负来宾？你怎么可以欺负我们这些特别来宾呢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有多少粉丝？对啊，各位粉丝说对不对？是，我看到有人的车尾灯了，他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这是什么歌？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一圈的，我超一圈的，因为我看到他了。哎呀，全粉都说好听哎！先不用吵他，真的，他已经输惨了。有，Hello，你看到吗？他出来了！耶，喂，要，对，好嚣张啊！哎，超强！哎，我们刚才怎么烂都没有被追过一次？来上去啦！太棒了！歌声是没用的。蛋卷，厉害的！蛋卷，厉害的！卷卷唱歌，这个就交给你们啦，他抽了。卷卷是助攻王，真的厉害。如果今天没有你，我还不一定会赢嘞。对，真的，剩下都是可怕的了。剩下可怕的，赞哦！就是说不要害，就是不要害人，不然一定害人害己。没错。好，哎，蛋卷，来，你帮他看好。噔噔。主持人，来，我来两次制作，我问一下，帮你整他，太棒了，我喜欢这桥段。制作人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是什么？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，主持人有敲我，他说我一定要弄你，我不弄你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你现在是要让晶晶背黑锅吗？那你知道意思了吧？你是你的错，哎，是他自己想弄你的哦。而且，你知道我下一集就被换掉主持了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他还叫我帮他喝，哎，因为你每次都有帮我喝，好喝。哎呦。报告制作人，因为你刚刚这样喝下去以后，对，9911人在线上，那再一杯，再一杯好了，再一杯，破万哎，真的哎，哇，再一杯，24000嘞，哇，太猛了，以后制作人自己，好了好，我们饶了他，这样饶了他了，我们饶了你，不怕。以后我都不能来了，都不能来。其实不是，其实没有想要饶了他，只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。对，哎，我想要知道分享多少折。时间有限，对，不然就叫他全部猴搭了。
有几则分享，对啊，记得要不要去变装？如果100分享的话 ，Tim 哥要变装哦、啊。现在要来揭晓，想看我穿女仆装吗？目前有66，目前是66，然后晶晶变装是70，没错，所以你们至少先突破个70。你先找四个朋友分享，晶晶就可以变装，就变装。那、啊、到底是什么装？你们一定很期待。是 OK，、嗯、没有关系，在我们等待分享处有没有办法突破今天的那个？我们的那个 limit， OK limit 没有错，在这等待过程中呢，我们要来玩我们下一款游戏啦，就是很多人都很爱的 Just Dance， 而且蛋卷家是不是就有一台？对，这个很棒，因为我们这种爱打电动都不运动，对，这游戏让我们动起来了，对，起来动一下，跳一首差不多了 ，OK， 那我们第一关我们就蛋卷跟阿乐的 PK， 然后你们努力分享，如果能在他们跳之前分享到的话，他们就要变装跳了，跳舞哎，到你服装拿来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哎，开玩笑，哎，开玩笑，哎哎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没有问题，早就帮你准备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先去跳。对，两位呢，移动到好的，我们的 B 棚，我们就要来进行 Just Dance 的 PK， 加油，蛋卷，好。哦，我站这。我们要选哪一首？他们随便选，其实没什么。有规定歌吗？有没有你会一边唱一边跳、欸你有？不要，那个超累哦。也是之前在节目，我想跳到虚脱。真的想会跳虚脱。都行都行，一首歌4分钟，一首歌4分钟。并且你的体力太嗨了，还行吗？好好，等一下就没运动了。太动作大了，很累。哎、欸，这好像很厉害。刚才好可爱、哦，这款是真的有。哎、欸，69折哎、欸，亮的。哦、对，但69折。哎、欸，晶晶，你花变装了。哎、欸，师傅。已经69折了，师傅。太好了，我觉得你70折，你要陪我一起变。好，一句话。真的吗？70折，我陪你变。上礼拜都只有我变，这礼拜你跟我一起。没问题。因为我衣服买2套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开始。哎、欸，他们开始在开始哎、欸。哇，蛋卷好瘦哦。蛋卷真的很瘦哎、欸。天哪、啊，蛋卷超瘦。那你意思是阿乐怎么样？没有没有，阿乐胖吗？好可爱，好玩哦！蛋卷，哦，72折嘞！蛋卷腿也，蛋卷腿也太开了，蛋卷，是直接换装了吗？感应不到我。哎、欸，我们蛋卷真的很厉害，我觉得他们好厉害，你们是不是好累？好累，好累，好。你还行吗？可以，哦、有点累。哦，这个真的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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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好累，啊啊！有点酸，我在瘦那个手臂肉，我的大腿也在瘦。还要转一圈，部长，随便乱动。我觉得我们挺厉害的。
你给我站在原地。好像输一点，我好像输一点，没有差。我觉得我们已经很棒了，我也觉得我们很棒了，很棒了，真的。我就一手嘛，对不对？差200，差200，差200。师傅，我现在可以叫你师傅吗？如果我现在只能交给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输200，你输200啊？对，我输200，真的？我们险胜。那你觉得我现在是什么角色？绿绿的马，戴绿帽的马里奥。如何？你果然没有玩马里奥兄弟。对，戴绿帽的。而且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一只叫什么名字。对，他不是叫 Mario， 然后还有一只路易。路易，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啊。我叫路易。那你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六？好，十六，你是十六是吧？路易，人家都叫他马里奥的弟弟或哥哥。对，而且真的很用心哎哈，这些就。哎，其实你那套还蛮高级的耶。对，哎，其实你是那种很烂的。哎，你还要带这个东西？你这是米老鼠的吧？哎 ，Mickey。啊，我就没有别的手套，就只能借一下、啊。直接大发去。但我觉得可以啦，还蛮可爱的。还可以啦齁，哈。对，还是个 Mickey， 帽子很好看。我看到不得了的画面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哦，眼睛为之一亮。怎么了？上一下，但我也想，我也想，我累了。欸、你们刚刚谁赢了？他赢200而已，200，交给你了，真的。看我们的 PK 了，你是我们这个的定生死的，我们今天最后一个，没错，玛丽兄弟是兄弟戏强。我们是，我们真的不能对战了，真的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也同公司啊，我们也是在那边。对啊，我们也在战了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。对啊，没错。走吧，我们刚刚还做很嗨哎。对啊。来单挑吧。好，交给你了，加油。好，加油。我看起来应该会输，不要这样，要有自信。他每次都会输都赢，他输定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绿幕，他看不到他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笑死我了，看不到他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他的超过红框，他要被去背了，剩下脸呢，他要被去背了。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我好期待他的绿幕，应该会很有趣。他要被去背了，他一定会被去背。好期待他的脸，他就没有头，然后没有身体，两只手在那边，没在那边动。他剩下手了，其实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个只有手跟脚是重点。可是机器不会觉得两只手在那飘很怪吗？然后就不感应他。应该是这个人非人类，非人类，非人类，没有问题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，应该看得到他们的视讯画面吧？有，我们这里看得到。有吗？可是光其实颜值来说，啊、哦，颜值已经输了。他们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，听得到。我们要小声一点。他们颜值已经输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们，你看一个，那个高腰，然后那个裙裙，对呀、啊，那个腿。啊，那个腿真的是一个给我在地上，哎、欸、呀，他在脱衣服了、欸，他想用使用脱衣服大招，他竟然想要使用脱衣服招数、哦，我的老天爷，怎么有人可以这样子做？哇、哦，你看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太亮了，只有5分钟后都是这个画面，没错，我们直接认输。你看，你看，什么事都不用做就超漂亮的，真的，我给他5颗星，快点，你想到我了，哎、欸，我们感应不到他，哎、欸，他们在 gank， 我怎么有一个最快的人在里面？画面，怪兽要生气了、欸，对啊，啊，为什么我看？你看他腰不见，看他腰不见，那我呢？有了，我呢？是被去背了，超级跟人的。欸，今天是执掌，你要跳，你要学橘色那个。我跟你讲，就是颜色的问题。你很漂亮，你中就很漂亮。对，我们刚刚应该也是也蛮漂亮的啦。对，还行呗。我是不知道我刚刚跳的如何，我也不敢飙看，不敢看。哦，我是现在掉了。有。哦。嗯，旁边那个在干嘛？我不知道。可以交换。玩自己的手。你就队友在干嘛呢？晶晶很会耶。他有节奏感的耶。对啊。
还是因为有比较有有啊、哦，我觉得是有比较。然后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样？没有啦，我一直是一个是比较男性风格，就显现出女性的优美嘛。哎、哦，对，脸掰回来了。而且重点不得了的事情，刚刚那个绿色那一只还算是 perfect。完全不合理啊！不合理，不合理，完全不合理，我要上诉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！现在分数看不出来是多少？对，应该我猜啦，晶晶应该是比较高分的。没错，聊天室赶快，觉得晶晶很漂亮的刷一波，刷一波，晶晶好正，刷一波，晶晶好正。对 ，Tim 哥下去，哎，没有，哎，没有，太多了，刷太多了，刷太多太多了。他这个动的气场，呜、哦，很可爱，哦，突然，你看着就想要跟着动了，不自觉都要动了。对，他、啊、这个在干嘛？他一边跳舞，还要一边献爱心之类的。他腰不见，你看他的腰，他的腰不见，被去背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的衣服我喜欢，我很喜欢。我觉得他的去背超好笑。哎、欸。Tim 姐，你是不是累了？你都没有在笑。没有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对，怎样了？你说。他停了。你是很认真想赢啊 ？Tim 姐体力是不是快不行了？对。他很不快挡住他吗？他很想赢游戏。他先跳，还把他挡住。哎，整箱都说，哇、哦，你们那个腿，真的。果然，这种游戏还是要看女生玩。对，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养眼。对啊。那旁边人家打苍蝇呢？没。那为啥呢？欸、有一只蚊子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！不行。然后今天是抓蝴蝶。哎、欸，蝴蝶。你看 Tim 哥的脸，超认真。要结束了，哎、欸，究竟谁会赢？谁赢？我觉得是他吧。我也这样猜啦，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哇。赢了，赢了。而且我们就是2-0了，哇！果然一山有一山高。好来，每个人都有适合的地方，來來你们适合跳舞，耶、yeah ！我们适合那个赛车啦，赛车。哎、欸，我们直落二，那我们以后就是我们当车手，你们在旁边当 show girl。因为我们是 dancer 好吗？我们是 dancer， 对 对， 對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分工就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这样分工可以。OK， 那我那个很这个很在传是不是？对，而且我刚刚击掌，我很害羞，因为我手都是汗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也会流，身上里面都是汗。我看差距有点 ，Yeah， 差距很大。Tim 姐，你刚刚是干嘛？你刚刚我流超多汗的。我们也流很多汗。OK， 大家体谅，大家体谅一下中年男子的艰辛，好不好？大家体谅一下44岁男生在跳这个舞的感觉。你真的是赚辛苦钱的，真的急拍弹。急拍弹，跳得很开心。而且制作也没有跟我讲说要跳这个舞，哎、哦，怕你不来啊。真的哈、哦。那、啊、反正都开始了。他是来特地为你换成这个，他刚说什么？陆毅装。陆毅、哦、对啊，至少不是女仆。陆毅，好险陆毅啦，是陆毅，对，好可爱哦、喔，Tim哥你穿这样很可爱，對啊、我们的玛丽兄弟，真的哈、哦。OK， 那我们输的还是要有处罚。哎，刚刚这个是好喝的，好喝的对喝的，但是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，你们只能从剩下的里面抽。啊，那我们刚刚对他們给你抽好，因为我手啊，好我的 Mickey 的手，你先抽两个感觉比较累的给他。他又不能抽，先抽一个、啊，抽一个、啊，我们就是一起对，好了，你抽一个，好，好，一起，看一下，那什么？深水炸弹，居然是深水炸弹，听起来是调酒的感觉、欸啊，我们未成年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不知道过了几个18岁了，嗯，他那个第23个18岁、欸，我可以先喝一口看看，但他有点黄黄的，它里面怎么有颗粒啊？哎呀，是深水炸弹，沙，可能是加了什么橡皮擦屑。什么可乐？不知道加是什么香菇吗？我闻看看，香菇是真的假的？是香菇吗？真的吗？好臭哦！先喝香菇，好可怜哦！是什么？猜出来那个太臭了，没感觉。它有香菇哎、欸，香菇，而且是很臭的菇菇哎、欸。养生好了，好养生，你喝咯。哇 ，man 哦，好 man 哦！没有看过陆毅喝香菇深水炸弹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确实来说。
可乐加茶叶蛋、哦。茶叶蛋怎么那么臭啊？是因为放进可乐。不是啊，可能放比较久。哦，昨天放。不是啊，因为它是惩罚，它在惩罚箱里面，你就会把它想得很臭。刚刚制作人应该是里面的签都是这一个答案。然后那个茶叶蛋是上礼拜放到现在的，对，它是上礼拜的蛋，有可能，对，是深水炸蛋。那我今天一直黑，我今天跟卷卷获胜了，我们可以抽一个那个奖励，对不对？奖励箱，对，奖励箱在哪？而且里面好，今天好像有现金。那、yeah! 啊、所以我们刚赢有奖励吗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奖励，我们输了，没有，你们输了，我们就只有我们就没了，耶、yeah! 啊，好难过、哦。现金的话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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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他连得这个 key 都不带，对，我们等待的，你要支持我一下。好啦，很还是很好听，非常独特的嗓音，给你选。我们一起共用一个吗？对对。竟然究竟结果是深海炸弹，还深海不是吧？好紧张哦，来喽！今天是不是赢超快？超开心！哇不，你看你看他的脸，你记好他的脸，他是不是有人就是这么现实？他是什么？不是。鸡精，鸡精，鸡精，对我来说，不要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晶晶，我们刚刚的茶叶蛋是，来，你的鸡精来了，哎，我们的茶叶蛋是上礼拜的，根本也是处罚啊，鸡精那么难喝，对啊，哎，我们的茶叶蛋是上礼拜，你鸡精是昨天才，至少是新鲜的，对，新鲜的，昨天才下的是怎样？好啦。OK， 希望今天呢，我准备的这两套衣服大家还喜欢我跟Tim哥的偏装，超好看。好，那最后在我们节目呢结束之前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本周六下午在1014号出口有传说大陆手游的玩家见面会，大家记得去参加。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阿乐，谢谢Tim哥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